蜘蛛、郑振勇将出演《因为初恋是第一次》。演员金蜘蛛和郑振勇将出演 Netflix 电视剧《因为初恋是第一次》赞意。该剧富有青春气息，讲述了二十代年轻人追求爱情、梦想与友情的故事。金蜘蛛将饰演一位经营学的在校生，因紧张的家庭关系身心俱疲。郑振勇则饰演一位冷酷的现实主义者。这部剧中金蜘蛛和郑振勇首次担任主演。金蜘蛛在《物理的前进》、《步步惊心》、《力》等剧中积累了演技，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郑振勇在《最强的我妈妈》、《云化的月光》等剧中挑战了演技。iPhone B A P Astro 等将出演2018 World Brands Music Festival 世界各国文化融为一体的双向交流庆典。2018 WWLUDFINDSNUSICFESDIVALFESTIVAL 以下简称为 WFMF 将于10月9日在韩国华城综合竞技场举行。 WFMF 是由文化体育观光部和华城市提供赞助，韩国国际文化交流振兴院和华城市文化财团共同主办。出演此次活动的包括担任 MC 的黄甫，还有 Icon BAP Astro Momolan 组合 The Boys 等。 2PM 举行出道十周年纪念展。 2PM 在9月4日至23日在位于首尔城东区圣水洞的首尔林 Gallery of Focusing DCUVTM 举行纪念出道十周年特别展览会。 2PM 10 Anniversary 十次季节纪念与粉丝们共度的十年时光。 KYP 娱乐公司在4日上午举行了开馆仪式，当天 2PM 成员尼坤和黄灿盛出席了活动。此外 KYP 的社长朴振荣和后备组合 BOT7 成员林在范、朴振荣也出席了活动。在正式开幕之前，尼坤和灿盛表示真的很感动，通过展览回忆起十年以来超级想念成员们。从入伍的成员到正在进行海外行程的李俊浩，如果六名成员一起观赏的话一定会流泪。十次季节是粉丝们和我们成员们的珍贵回忆，相信在展览期间会有一段美好的时光。另外 2PM 的十周年特别展示会十次季节截止到23日，每天下午当地时间12时到晚上8时在首尔林 GALLELITAISOTABDHELULIDEEUM 开放。电影独孤 REYONEXO 吴世勋剧照在公开。电影独孤 REYONEXO 吴世勋剧照在公开。